大家好，我是 AB， 你现在在看的是 AB 在本地。我哋已經洗得七七八八，但而家咧就嚟做瑜伽喺海邊，幾大班人，耶、yeah! ！最終。的扎实坐在你的脚后跟，你感觉你的脊椎，眼睛轻轻的闭起，手轻轻的放在你的大腿股四头肌，眼睛轻轻闭起来，可以用你的耳朵轻轻的去听海浪声，把你的心静下来。朝早咧去咗沖浪浮潛，啱啱做完沙灘瑜伽，而家咧就終於翻到民宿可以休息一下，同埋我哋宵夜食做晚餐。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朝沖浪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啦。咁前提咧，我係一個唔識得游水嘅人嚟嘅，所以其實係有少少驚水嘅。但係其實沖浪唔需要識得游水噶嘛，都要多謝今日嘅天氣好好啦，啲浪佢哋話係好適合俾人練習嘅。另外浮潛咧，呢個係我第二次喺台灣度浮潛，我認為綠島嘅浮潛靚好多啦，墾丁嘅珊瑚真係冇綠島咁靚，同埋魚嘅種類都冇綠島咁多。係啦，我唔講咁多啦，我哋留下 barbecue 啦，拜。小惊熊，熊惊无天亮。好猪肉片。穿泳衣好像不太适合打的。对啊，我穿一件裤子。是啊，准备啊。
动结束了嘛，然后这是我的室友，跟我这两天住在一起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Hello。我觉得其实时间太短了，对，就是去到很多地方，可是没有好好的认识到大家。我觉得认识大家时间不够，而且真的有人到今天才知道我是香港人，第三天才知道。这是 Vivian， 因为我不会骑车，然后他也不会骑车，会不会骑车，所以我就都给他载。拜拜拜拜。我会想念这一切。明年见，应该会有明年吧？没有，搞不好我们自己办，我们可以办在别的地方。嗯，对。OK， 拜拜。每个人都要说拜拜。拜拜拜拜拜，老板。拜拜，有机会再来玩。好，好吧。好，刚刚过来切头。好，我过来催你。好，你过来，过来切我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下次见。拜拜，下次见。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台中见，台中见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有缘会相见的，拜拜，嗨，要掰了，不是嗨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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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房间，哎呀，不要打来，你为什么要睡觉？